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欣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各位朋友，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欣。民国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号，星期三，现在已经早上七点十三分三十五秒。我们现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这个随着大陆强烈冷气团南下，所以呢，呃，从昨天开始就越来越冷啊，今天呢也会越来越冷，一直要冷到。 礼拜四明天的晚上到礼拜五的清晨，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都要比你现在感受到的温暖，可能还要再多一点点，因为呢，越晚越冷。另外呢，这一波的水汽呢，要比预期的要来的大，所以呢，北部地区甚至于包括南部地区都变成有雨的天气状况，所以湿。 可能在体感温度上面感受会更冷。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北部地区因短暂雨，降雨几率高达百分之九十，白天的温度呢是十四到十八度。 中部地区多云，降雨几率呢是百分之二十，白天的温度是十七到二十一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雨，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三十，白天的温度是十八到二十四度。东部地区则是阴天，降雨几率呢是百分之二十，主要呢是花莲啊百分之二十的降雨几率，不过宜兰呢有百分之。<coughs> 嗯，对不起，宜兰呢有百分之九十的降雨几率，台东呢也有百分之三十的降雨几率。白天的温度十五到二十三度，澎湖地区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百分之十，白天的温度是十七到二十度。 伴随着既有强烈大陆冷气团，而且礼拜五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等级，再加上呢下雨，同时呢还有强风特暴，那么这个体感温度呢就会降非常的多，所以呢请大家要做好保暖哦。那么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台北、台南、高雄以及宜兰目前是十六度。 台中跟花莲目前是十七度。 台东跟澎湖目前是十八度。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道琼工艺指数上涨了两百五十一点，收盘指数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七点，涨幅百分之零点六八，连续第五个交易日创历史新高。纳斯达克上涨了九十八点，收盘指数一万五千零三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六六，标普百指数上涨了二十七点，收盘指数是四七六八点三七点，涨幅百分之零点五九。费城半导体上涨了二十一点七七点。 收盘指数是四一二五点五六点，涨幅百分之零点五三。好，这个道琼呢再继续的创历史新高，也凸显出来。现在联准会呢整个货币政策的转向，它对于这个股市的效应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小型股。 周期性的景气循环股可能影响是更大的。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受到了红海，那么可能有很多的航商都无法通过伊士，所以是运河使得呢这个运输的时间要拖长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其实非常大，在原油市场当中影响更大，因为有相当多的原油必须要经过苏伊士运河，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呃，油价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一点一二美元，每一桶的报价是。 七十三点九四美元，涨幅百分之一点五四。呃，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一点二八美元，每桶的报价是七十九点二三美元，涨幅百分之一点六四。在农粮价格的部分呢、啊，那么这个芝加哥黄豆期货呢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九二，芝加哥小麦期货上涨了百分之一点零五，芝加哥玉米。 期货下跌了百分之零点八九。好，另外呢，在黄金的部分、贵金属的部分，那么因为呢，美国的这个呃宽松货币政策的方向似乎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肯定，所以我们就看到呢，美元指数还在下滑，而这一个呃黄这个这个美国的十年期公债值利率呢，则是来到了百分之三点九三。 三一，就连一年期的公债值利率呢，都已经跌破了百分之五，来到百分之四点九四一，这些呢都有利于。 这个黄金的上涨，就直率下跌，美元指数下跌，都有利于黄金。所以，我们看到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十一点六零美元，每澳的报价是两千零五十二美元，涨幅百分之零点五七。白银的期货涨了百分之零点八九。 那么铜的期货涨了百分之一点一九，那么钯金的期货涨了百分之三点四六。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的是美元指数，美元指数呢下跌了零点四四个百分点，来到一零二点一二。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也都是上涨的。英国金融时报版的股价指数上涨了二十三点，涨幅百分之零点三。 一。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五点八一，涨幅百分之零点零八。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九十三点，涨幅百分之零点五八。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最近啊，联准会的官员在这个会议结束了之后呢，纷纷发表他们的看法。现在呢，看起来最鸽派的官员出现了，就是旧金山联准银行总裁。 戴利他认为，目前通膨持续几个月的稳定下降，那么即使明年降息三次，连准会的利率仍旧有相当的限制性。所以呢，他认为只要通膨的下降的速度呢，那么比预期的要来得快，那么放松、放宽紧缩货币的决策是合宜的。哈。 那么，嗯，这个现在看起来哦，因为戴利本来就是鸽派。另外，我们在对照对照呢，其实虽然之前其实有很多的联准会官员出来说，那么现在市场乐观的预期，明年三月就要降息，这个太乐观了，言之过早，那么这个不成熟啊，就包括了波斯迪克、亚历山大联准银行总裁。 还有纽约联准银行总裁威廉斯，以及芝加哥联准银行总裁 g r o s b e e 还有梅斯特。好，这个是这个呃克里夫兰联准银行总裁梅斯特，希望销降。 降交息市场上面那么乐观的预期，不过到目前为止，认为明年联准会三月会降息的几率仍旧高达百分之六十六点七，远高于一个礼拜联准会开会之前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好，这个是降息预期的部分，而且可能不会只有联准会。昨天呢，欧洲央行当中的。 法国央行总裁啊、哦，他也是欧洲央行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呢。他就提到说呢，利率现在在百分之四的高峰，就已经是可以抑制通膨了。欧洲央行应该要在明年的某一个时间点调降借贷成本。好，所以。 欧洲也发出了希望能够降息的声音，因为现在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真的太糟了。而不只是如此，加拿大加拿大央行总裁马克林呢，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他预期央行明年会开始降息。当然，他有一个先提的标准，就是核心通膨呢要能有连续数个月的下滑。但这一些条件呢，现在看起来都比较像是先。 打预防针，准备降息，所以明年可能会是以开发国家的集体降息，而不纯粹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就是美国的降息而已啊。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呢，这就迎来了华尔街最大的空头摩根摩根斯坦利的投资长兼美股策略分析师那 Mike Wilson 呢，他就这个呃投降了，他说这一年我都错了哈。 他说：“今因为这一整年，其实威尔森他都是看坏美股的，而且认为呢，美国联准会要坚持，呃，这个高的利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定会带来衰退硬着陆。可是呢，他说现在呢，鲍尔呢这个改变态度这件事情，将使得联而且态度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未来不只是要关心通膨降温可不可以持续，而且代表着联准会。” 更加留意经济成长。事实上，昨天旧金山联水银行总裁戴笠就说，他们要小心注意这个失业的出现，因为呢，失业只要一开始出现，它就会是大规模的失业，而不会小幅度的增加。所以呢。 看起来现在联准会更关心经济的成长，而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的放在通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认为当这个通膨只要能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况呢，小型股、周期股还有低品质的一些股票就更有机会啊，因为事实上今年以来涨最多的还是七大科技公司。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日本央行，昨天呢不但按兵不动，负利率政策维持。 同时呢，它的殖域曲线控制政策呢也维持在十年期公债殖率，希望能够压在百分之一以内。而且呢，这个连呃，这个日本央行总裁之田河南呢还坦言，目前很难拟定负利率政策的退场计划。这個、消息一传出来了之后呢，就立刻导致日元呢那么狂贬，好对美元呢。 贬值到一四四点九对一。 美元，那当然，在这个最新的数字呢，是来到一四三点八五对一美元。可是呢，日元贬值反而通常都是代表的日股的好消息，所以日本股市呢，反而是上涨了四百六十点，涨幅达到百分之一点四，刚好两样情。好，另外我们再看到的是红海的危机，现在美国呢提倡呢要联合英国、法国等九个国家，总计十个国家。 一起成立海上的特遣部队，来确保商船的平安通过。但无论如何，现在呢，这些商船不管这个通过红海，不敢经过苏伊士运河，而必须绕道。这件事情使得整体的。 运力减少了一成，这也使得呢，现在呢，货柜在跟这一些客户呢谈长约、长期合约的时候呢，价格呢现在呢看涨。那么现在呢谈判呢，现在呃短期之内呢看起来意外的封盘，意味着可能要涨蛮多的。那市场现在预估呢，整个运价欧洲线可能要涨三成，因为全球欧洲线的占比就达到了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如果这一个绕道的这件事情多花几周的话呢？ 会让全世界的运力都受到影响，而且现在不是只有苏伊士运河通过困难，那么还有巴拿马运河，因为干旱的关系呢，限量通过也会产生影响。好，另我们看到的是，韩国的巨体三星跟 SK 海力士呢，明年的投资金额都要大幅度的增加，三星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投资金额比今年，而 SK 海力士明年的投资金额要翻倍。 这个呢，都会使得他们过未来的产能会大幅度的增加。不过， 因为呢，它短期之内才能还没办法开出来，加上呢，短线上面记忆体的这个需求仍高，所以呢，短线价格仍会上涨。不过长期呢，可能对于记忆体的价格会有所打压。另外，我们看到的是，那么，嗯，当美国呢整个的升息周期结束循环了之后呢，就看到中美之间的国债的利差缩减，所以资金呢快速的。 流向中国大陆的债券市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么十一月外资呢买进大陆境内的债券呢，就净投入了三百五十亿美元。 这个呢是创下了六年前开始有这项记录以来的最大纪录。这显示出来呢，是第一个是中美之间的利差呢，未来将会缩小；而第二部分呢，是对于中国大陆呢，就算不会采取大量的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但是对于这个官方呢，有能力支撑经济还是有信心的。好，那我们看到的是惠达呢，特供给中国大陆的显卡。 预计二十八号两项 而比亚迪的销量呢，估计在这一季就会超越特斯拉。但更上游的动力电池业，则是已经进入了淘汰赛。好，接着我们再来看陆港股的部分，上证综合指数呢上涨了1.59点，涨幅百分之0.05；深圳成指上涨了9.95点，涨幅百分之0.11；香港恒生指数则下跌，下跌了121点，收盘指数16508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七三，好。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呢，昨天在外资呢，现在开始进入了圣诞假期期间，那么成交量相对减少的情况之下呢，金融市场昨天呢下跌了七十五点，收盘指数一万七千五百七十六点，跌幅百分之零点四三，成交金额三千两百五十八亿元。而 OTC 的部分呢，则是下跌了二点三三点，收盘指数是二三一点。 零八点，跌幅百分之。 一哈，电子股跟金融股都走跌啊、哦，所以呢，使得台北股市呢相对压力比较大。不过外资呢还是继续小幅买超了一点六五亿元，投信呢买超三点二二亿元，但自营商大卖七十八亿元。好，所以呢，这也是主要台股呢跌的原因。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台积电呢人事上面会出现重大的变化，他的董事长刘德英宣布不参与下一届的董事提名。 所以呢，要正式的退休。那么由现在的副董事长季总裁这个魏泽佳呢，接董事长兼这个总裁。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摩根士丹利对于台北股市明年相当乐观。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